哇，这个 high tea 很大份。哎，你来了啊？你不是约我去吃 high tea 的吗？为什么来不中了 Cafenis？ 不是应该去 hotel 的吗？哇啦，你不懂 Cafenis 也有 high tea 的咩？而且这家分店很豪华，很漂亮的哦。哇，真的啊？走走走，我们去看一下。哇，这家分店真的很高级，环境很舒服。哇，这里好漂亮的画，可以拍照打卡。楼上还有很漂亮的沙发座位。哇哇，真的很丰富哎！你看，上面是甜的，下面是咸的。先吃咸的，这个是 cheese ball， 里面满满都是 cheese， 很邪恶啊！最喜欢吃 Cafenis 的炸鸡了，嗯，真的特别脆，特别香。这里最有名的黑松露巧克力，会融在嘴里面的，真的是有黑松露的味道。黑黑什么来的？哦，原来是蛋糕。这黑珍珠巧克力味很浓哦，这个是两到三人份的，很大份哦，你们可以约闺蜜一起来吃。点了一些小吃，这个是西班牙蒜香虾，这个是三文鱼塔塔。它的三文鱼只是表面烤过，里面还是生的，这个吃法很特别哦。还有很大份的水果 waffle， 加一点巧克力酱，很邪恶哦。这样子吃 waffle 真啊，这个很像我们小时候吃的香蕉船，小时候的回忆完全回来了。原来楼上还有这么大间这么漂亮的包厢，下次要约姐妹来唱 K 咯。